首先两位的这个试镜者，稍等一下哈。那我们有C49 蔡美欣，还有 C50 的邱迪生 Edison Koo。Edison， 你那边的那个画面是非常的暗的哦，你有灯光吗？你灯光是非常暗，是看不清楚你的脸的。那我们等Edison 就是去调他灯光，我们先让 C49 的蔡美欣先自我介绍。听到吗？听不到，他们听不到是吗？蔡美欣，他是卡了吗？Edison 听到吗？他在表演是吗？表演定格。他表演定格，眼睛真好大。他已经 lag 了，根本不会动。完全是卡掉了。完全没有动。那我们就先让 Edison 先自我介先自我介绍。没有声音啊。没有声音哦。哇，前面一开始就就有状况嘞。Edison 没声音。Edison 还是没有声音。好，那我们就让他们先调一下。那也跟就是线上的朋友说呢，我们这一个直播是同步双直播，会是在 Lomo Pictures 还有 Sun Strong Entertainment 同步直播的。那你们在评论中的呢，我们都会看得到。那因为我们可能直播的时候没有办法一一回复，但是我们的就是 Lomo Pictures 还有 Sun Strong 的这一些就是工作伙伴呢、合作伙伴呢，也会就是在那边回你，如果有一些问题的话。那 Edison 你可以再试一下你有没有声音呢？用的呢我们都会看得到，但因为我们直播的时候没有办法一一回复。为什么有这样的问题啊？像 Sunstrong 的这一些就是工作伙伴呢、合作伙伴呢，也会就是在那边回你，会有一些问题的话。那 Edison 你可以再试一下。为什么有重播的声音的？怎么会听到我自己的声音呢？对啊，是不是他开了？他开了两台机是吧？哎，这两位都不行哦。那我看一下下两组有没有进来了。哦。首两组就已经卡线了，这49。蔡美欣 ，Edison， 你再试一下。My test。现在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那你先自我介绍。OK， 大声一点。主持人、各位评审老师，大家下午好，我是 Edison 邱迪生，今年25岁，来自马六甲。听到吗？可以了，勉强可以听到。可以，勉强可以了。等一下，反正在一个人，我们只是看到一个画面，可以吗？看他自己一个人的画面吗？可以啊，因为反正他一个人。只是他那边的网络有点。如果是带着这个的话，会不会比较清楚？可以，这样比较好。好的，可以的，好很多，好很多。对 ，OK， 好。主持人、各位评审老师，大家下午好，我是 Edison 邱迪生，今年25岁，来自马六甲。我的爱好是打篮球、羽球、骑脚车，总之是运动我就喜欢了。我是一个非常好动的人。我曾经学过跆拳道，红黑带。然后我现在是一个无业游民。我是就读飞机工程的，可是现在因为 pandemic 的关系，所以没有工作。OK， 那你有什么才艺表演吗？我打跆拳道吧。OK， 你可以开始了。OK， 很好。好，我先尝试一下
看那个 C49 C49可能就是。OK, Edison, 你学跆拳道学了几年了？又没声音的。哎，又没有声音了。又没有声音。他的 connection 有问题。没有声音了。你是用手机还是用电脑？你听到他听到我们说话？他现在是卡着了。走两个的网络都那么差，有喂。他们还没进来之前，是不是有人先跟他们试一试？没有的试的，根本没有人试声音还是画面的。是。他们在微信中的啊，有声音了。你是用电话还是用手、okay. 啊？还是用电脑？ Edison? 我用 i 我用 iPad。iPad OK。好，可以了。嗯。OK OK OK。好 ，OK 了。那怎么样？那个D49的话就上不了线，那我们就请。那今天的话就请。他是哪一个稿？他是 B， 可以 A B 的那个稿。B 那个对镜子做鬼脸的。哦，他是 B 啦，对，是他是 B。那你可以就是给你一个机会选择，就是我们两位评审 Steve Yap 或者是陈峰大哥跟你对戏。哦，Steve 大哥吧。OK， 可以了吗？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好，可以开始了。喂，你干嘛、啊？你干嘛一直对着镜子做鬼脸啊？你发烧啊？还是鬼上身？什么鬼上身？什么发烧？哎、欸，我问你啊，我为什么这么苦命的、啊嗯？为什么总是没有人要的、啊欸？你不觉得我笑起来其实蛮好看的吗？对不对？啊？你不是笑起来很好看，我觉得是笑起来很好笑吧？是不是 ？sorry， 是看起来很好笑。这个嘛，是人间悲剧来的啊，加速变的，是挺好笑的。可能你生出来就是一场笑话呢，没有人知道的。啊，对。那你觉得你笑起来很好看吗？比你好看一点哦，就一点啦。对。哦、那你笑起来好看，我也想学习一下。好。好看吗？你觉得好不好看？你觉得呢？我觉得挺好看啊，我的自信爆棚的。其实，呸！哎、欸，你有没有礼貌的、啊？乱吐口水！哇、欸，你知道这是 live 来的吗？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我问你啊，这样转过来。转哪里？向着我，对着镜头，向着我。哇、哦、，OK， 看我的笑容、嗯，现在是不是比较好？很尴尬喽。啊，算了。尴尬。OK，OK，Thank you。好。谢谢。哎，迪森，我想问你一下，对迪森，对 Edison， 你有没有之前演过戏的经验呢、啊？都是。有没有演过戏？很多。也很多 KFA 啦，在没有、哦、就拍过 Media Club， OK、那电影呢？电影有拍过、嗯，电影没有拍过。OK，、好 ，OK， 还有那个49不能进来吗？嗯，他的网络不好，哎、不上不了。49 give me a band。他上来了之后，画面没有办法呈现，我们只能让他录视频进来了。好的，我没有问题了。谢谢，好，我没有问题了。都发 Edison 就 OK 了。谢谢，谢谢，谢谢你们，拜拜。谢谢 Edison， 可以上线了。那也、我在想、就是、我在想啊，其实我们自己之前用这个是 Zoom 吗 ？Sorry， 不是，这个是 StreamYard。StreamYard。哦，有时候我们试过、哦。比如说有一个人讲话很 lag 的时候、啊、我们把我们的 screen turn off、哦、
会好一点。其他人会比较 smooth 的、哦，是吗？等一下我们，那我们 try 一下。OK 了，那等一下他以为我们 reject 他呢？我们可以试试，但是那个意思不是灭灯。那要跟他讲，其实不是，我们要试试看嘛。OK， 等一下我们可以试一个了，我觉得。OK，OK，OK 啊。可以。因为他同步 video 的时候，他可能拉的那个 data 比较大了。对对对。Try 一下啦，那这个是50进来，我们先关掉我们的，给他进来还是怎么样？哦，看看会不会进来了。刚刚 Edison 的是50号哦，没办法进来的是49。哦 ，Edison 是50号 ，OK OK OK OK。对。哎，是的。然后我也要跟，就是因为我们在等下一位就是试镜者进来呢，我也跟线上的朋友说一下呢，今天呢我们的这一个对戏呢是非常特别的。那我们对戏是其实是跟两位评审去对戏，那我们试镜者的福利就是呢，你可以选跟我们的 Steve Up 对戏，或者是我们陈峰大哥对戏的，所以你可以自由选择。也可以选导演的，其实也可以选导演，是。那我们不行不行，对，选两个演就好了。接下来我们有 C 五十二，因为 C 五十一还没进来。C 五十二的话呢，他是陆孝维。五十二啊，大家好。请问你们听到我的声音吗？因为我这里突然下了大雨，下起大雨了。我听到，有，很大声，很清楚，很清楚。好，那么你感觉你的自我介绍，对，自我介绍。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所以主持人，现在我们要开回我们的画面吗？还是你我觉得你们可以开回那个画面看一下，因为这样子有点奇怪。对的，我看到照片在说话，会影响。我们俩比较一下，比较一下会不会影响？没关系，你就做你应该做的。自我介绍，OK， 我的名字叫陆孝伟。今年24岁，来自雪兰莪州靶身，身高170公分，体重60公斤。那么我现在直接开始我的台语表演。好。小弟准备献丑了，先向各位问个好。两位演员和李导，一位姐姐不能少。周某三壮创出天下。各位老板下午好，下午好，老板听听，不得了啊，不得了，时间已不早，试镜结束，马上要去煮饭了，不然妈妈马上就要呱呱叫，到时小弟会啼笑，不要笑啊，不要笑，新冠病毒不好开玩笑啊、哦，不好开玩笑啊。哦记得戴口罩啊，勤洗手，勤洗手，待在家里当个乖宝宝，乖宝宝。时间不多了，现在马上出绝招。还有，哇，厉害，我以为没了。床前明月光，四壁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出门不觉晓，处处闻啼鸟。是多少？好，我才艺表演就到此结束，谢谢。哦、你的台面包特别啊，我以为完了还再来，完了再来货。光好很好，有用心，有用心。对， okay, 我觉得很用心啊。他和其他一个对戏还是怎么样？五十一号，等一下，他是在努力的进来，也是上不了来。49也上不了来。49的话，他上不了。就只能让他录视频了。然后，就是孝伟的话是 C52，51的话呢，他的视频还在旋转。嗯。估计也是上不了。看看我你们的这个，sorry，我们有了啊，来了。因为我在回复信息。哦。回复信息。好。那先自我介绍好吗？会卡吗？我们先 off 掉，有一点点。我们 off 掉看看，可以吗？还可以哦。好啊，我们试试看 off screen 看看会不会 smooth 一点啊？你 OK？ 你可以继续的， okay, 你可以继续的。我现在可以简单的做个自我介绍哈，我是来自柔佛的好行谦哦，然后我今年23岁。
然后我是目前是因为疫情关系，所以待在家没有工作，然后现在是做着网卖，然后有在刚好有看你们发布的那个宣传，我就想要尝试一下这样子。对，可以，你有才艺表演吗？有才艺表演吗？有才艺表演吗？有的，因为我名字叫，其实我朋友会很喜欢我的名字开玩笑嘛，因为如果你们有看蜡笔小新的话，你们就会知道蜡笔小新的国语叫做新枪，都的话我的名字也叫新枪，所以有时我就会故意用一些蜡笔小新的声音啊跟他们说话这样子，然后我就现在可以模仿一段啊小小段来一个蜡笔小新的自我介绍，然后。我有点紧张。OK， 我先来一段蜡笔小新的自我介绍。可以，我有点紧张。OK， 好，一个蜡笔小新的自我介绍，那就是，大家好，我叫圆圆小猪猪，我今年五岁哦，我最讨厌吃的就是香蕉，我最喜欢就是奶奶的姐姐了。哦，不对，我最喜欢美女。最好是那种大屁股的，不要像美牙一样哦，那样那可、个、是对你会信任，这样子。OK， 会像吗？ Okay, 好，我朋友是觉得蛮像。OK 啊，还好。导演跟 Steve 有看《蜡笔小新》吗？没有哦，虽然不知道像不像我。对，我会看几种声音。因为我看的《蜡笔小新》，我看过是马来本的。有时我跟我朋友讲电话，他会跟我说：“哎呀，跟你讲话很恐怖哎、欸，就一个人跟三四个人讲话这样子，那就很像现在很普通的声音吗？” okay. 明白。OK， 不要紧。OK， 我们因为要我们不要浪费时间，我们可以对戏的。你们两位，你们知道你们演什么吗？到，你们可以对戏了。你准备好了吗？有点难。其实三位评审的话，三位评审可以把那个就是 video 打开，因为其实他关了他也依然很卡。我觉得观众会想要看到你们三位。OK， 可以对戏了。其实我听到你们声音有点模糊哎、欸，其实你们听到我声音会模糊吗？声音可以，画面不行。Sorry 啊。没事，那我们现在可以直接对戏吗？哎，那我就是对戏。画面都没了。等一下，我有画面之后会影响呢。是不？ OK， 我再关回去看一下。关回去看到会不会好一点啊？他还是没回来。我这里。啊，陆少，等一下，陆。哎，回来了，对，有点卡。啊 ，OK， 你们两个对。问。好，现在我们准备开始喽，可以开始对戏了，开始。心情跟那个是根据那个那一次的剧本吗？对。是的。开始了。你忘剧本了吗？对，你们是 C 跟 D 说话，谁先说话？你们两个都不，你们在演默剧吗？默剧啊？是51先说话的，没有是七五十一心情先哦，可以先开始啊？对，好，可以好。啊，现在听到哦，因为刚刚听不到你们说话，就照剧本的那个对吧？就对，你不想照剧本吗？就即兴演出也行啊。给我酝酿一下。难道是我样子出现了问题吗？
还是我长得太难看，所以大家都不喜欢我。青倩，你听我说，你不要去在意别人对你的眼光啊，因为其实没有人要看你啊，啊！对，没有错。我妈也常说啊，为什么要跟人家比呢？比的辛苦的是我自己啊。对啊，你妈说的真是没错。你妈有没有告诉你，你常常跟人家比较啊，会比的输得很累的啊，你要节哀顺变啊，知道吗？啊？不对，现在我输那只是暂时，让我变强大起来，我可不会输。你确定吗？不要说大话哦，现在证明给我看啊。确定，面有心声嘛。今天我长得懦弱，我内心强大了，我可什么都不怕了。那为什么我总觉得、那为什么我总觉得你只听你妈妈的话，是不是不能断奶啊？啊？听妈妈的话，人应该长大啊，对吧？还行吧。那我们是这样子的吗？怎么 ？OK， 可以了，好了，谢谢。OK， 可以了，嗯。谢谢不过大多数也是临时演员，然后曾经有几次是有对白的这样子。OK， 好 ，OK， 好的 ，OK， 没问题了。Okay. 好，谢谢，谢谢两位，谢谢可以下线了。好，谢谢，好，谢谢。那我们下一位呢？我突然间为什么不见了？C54，哎，53还没进来，那我们就让 C54陈道胜先自我介绍。好 ，OK 啊 ，Hello， 现场所有的主持人还有所有的评审老师们，大家下午好哈、哦。那我先自我介绍，我的名字叫做 Maxon， 然后道胜来自罗佛州。那平时我就喜欢唱歌喽，喜欢表演，喜欢健身。然后这一次呢，非常的荣幸。能够参与这个线上的这一个试镜活动，然后呢，今天呢就希望能够从各位老师的口中呢，学习更多就是自己要进步的地方，然后我也是一位活动主持人，谢谢。所以是可以才艺表演了吗？是的，对，可以开始。可以，OK， 好，那我今天饰演的就是一个化妆师的话，第一次开直播 ，OK。Hello， 我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大家是不是感觉到非常非常的吃惊呢？第一次看我直播，对不对？对哈，因为呢，平时呢，我自己私底下的生意非常的忙碌，因为最近落到的期间实在是太闲了哈。那我还需要自我介绍吗？哦，还需要，我的帽子红了，还需要自我介绍。OK， 那我叫 Mike。然后呢，我在这个化妆界里头呢，就是有流传我有一把金手指。都是没有金手指吗？金手指就是呢，不论你的长相长得怎么样呢，经过我的金手指呢，我就能够让你的画龙点睛。来跟我说一次，画龙点睛。
对了，就是画龙点睛，所以想不想跟这么优秀的化妆师一起合作呢？想好非常的简单，就是呢，这个直播结束之后呢，私聊我，然后我们再谈更多的详情。我们下次见哦，拜。好，谢谢。谢谢。OK。我们C53的话呢，说他那边的网络不好，上不了线。嗯，是啊。所以我们就。是，所以C54对戏的话呢，可能就需要跟评审们对戏。那这个C54的陈道胜，你有机会跟三位其中一个评审对戏，你要选哪位呢？哎呦，选导演啊，全部两位就好了，两位。全部都是我有看过他们电视剧长大的 ，Oh my god！ 小片广导演有吗？我觉得都可以吧，我就选Steven 吧。OK， 是 Steve 啊。OK， 那他的对吧？他的稿是哪一个 ？Sorry， Steve， 对有没有他的他是 F 那个 E F 的那个。F 啊 ，OK， 看到你，他是演 F。是，好，可以 OK， 你可以了吗？可以了。哎，你的朋友们有没有跟你说过，其实你长得蛮帅的？没有哦，难道你的意思是？没有啊，当然是没有啦，因为他们老师你根本就不帅。我的枪呢？把我的枪拿过来。你这金丝还是头不大金，香菇头。算了 ，OK， 不跟你计较哈，因为帅哥呢都是有大量的哈，所以呢，求求你啦，你就讲一下骗话骗我不行吗？说我很帅，是全世界最帅。哎，好了 ，OK， 等一下，还有啊，你的朋友有没有跟你说，你不但不帅啊，还很啰嗦啊？会啰嗦吗？我说我嘴中讲出每句话都是金句啊，你不觉得吗？然后呢，我朋友都说呢，跟我交朋友呢，就是不会讲话都变成很会讲话嘞。你没有这种觉得吗？你认识我这样久，你看我翻白眼翻到我的后脑了。哎，算了，看 ，OK。谢谢。那评审有什么问题吗？你现在原本是做什么职业啊？Sorry。你现在是从事什么行业啊？我现在就是我在新加坡工作，然后偶尔会在就是柔佛州接一些那些活动组织，然后偶尔会在新传媒那边有当有演一些的小小的角色这样子。嗯，就是你说主持，你是平时是主持？啊，主持就是就是可能周末的时间就会去接一些的活动去主持，然后主持刚才你应该选陈峰大哥跟你表演吗？陈峰大哥是主持，有没有搞错学我？我们又不是表演主持，你根本就不懂，哼，哦，还哦，刚才很严呢，三个我们嘛从小看我们戏长大，然后你根本都没演过戏。我们根本就没有演过新加坡戏。有啦，我在马来西亚长大的，我是柔佛州吗？我来自柔佛州吗？你现在是在新加坡还是在新山？我现在是在新加坡。对 ，OK， 那新加坡的 line 真的是 smooth 一点啊。OK， 谢谢，还有 OK， 谢谢你。OK， 好，谢谢，来。其实我这边有看一下评论哦，就是他们在试镜的时候呢，那些观众也在做，哎，我投几号，他们也在那边做评审，挺搞笑的，他们也在那边评论那边。下一个要是封陈峰大哥上了，不能一直选我的喂，有没有搞错？你看你的形象比较演员，哎。OK， 来55。来，我们有下两位 C55 的秦元慧，然后还有 C， 哎，我先介绍一下 C56 的，就是邱豪斌。那我们先让 C55 的秦元慧先做自我介绍。Hello， 大家好，三位评审好，主持人好，我是来自吉打，
亚罗士打的陈牛慧，今年24岁，身高是163公分，体重是48公斤。听到我说话吗？听到，听到，听到。好，那好的，那现在我是在柔佛州工作，在戏坊演艺学院工作，之后可能会成为这里的学生。目前为止的演出经验呢，是张树林先生导演的贺岁短剧《小舞狮》，在里面饰演阿玲，跟陈慧江先生对过戏。OK， 好，那我们让C56。好，好，大家好，大家好，评审好，导演好，主持人好，我叫邱豪斌，今年25岁，来自巴生。然后因为我的兴趣是唱歌、跳舞跟演戏，但是因为以前比较胆小，所以没有参加过任何的演艺活动。OK， 两位有。现在我想突破我自己，所以我就来报名了。而且在网络卡星有很简单很多，听不到。是有才艺表演吗？有。OK， 五十五分，开始吧。好的，我的才艺表演是对口型，因为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在大陆有一段时间很著名的一个泰国人，他是找腮办很著名的。所以我就会我会开他原本的 video 的 audio， 然后我就会跟他对口型啦。好，我准备好了，我自己开始哈。好，他是爸，哎，爸你来呀，爸你来，没有是爸，靠边的爸。他能列列在爸，爸你来，列在爸，来爸，出来，爸。C56邱好兵有没有才艺表演呢？没有才艺表演，因为我是学我学过20次接令鼓，只是因为接令鼓是不能单独自己表演。嗯，没关系。好，两位可以开始对戏。3、2、1 ，Action！ 嘿，你觉得我美吗？你要我说真话还是假话呢？先说假话好了，我心里紧张。假话，好吧，一个字，丑。幸好是假话。那真话呢？你确定你要听真话？好啊，但你过来一下。我告诉你真话，真话就是丑到没人有。那我的宝过来，我的宝嘞，啊，我的，哎，龙吧，你看到这个东西吗？看到这个吗？这是一把刀啊！我再给你多一次机会讲哈，你这个说我丑，你不看看你自己多美啊啊！你长得不美吗？你不美吗？你说。我再给你说多一次最后机会，你看这把刀啊，你说错答案的话，我就用这把刀把你嘴巴撕下来，说我美还是丑呀？说多十次都一样，还是一样丑。啊！死我了！我这把刀哈，我都对付过多少男人，你竟然敢这样侮辱我？好啊，今天我就给你好看了啊！来，有本事公平！OK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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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OK 谢谢两位，谢谢评审们，有问题吗？谢谢，有问题吗？有下一个问题吗？你们平时是在什么情况之下有演戏的这个经验啊？
学校呢，还是参与什么？我先说吗？还是浩斌先来？啊，都可以，你先说。啊，你先说。我是以前的时候，其实我想要往戏剧这个地方读，可是因为以前在大学的时候我没有机会读这个，可惜说我是在大学的时候尽量争取机会，然后也是那个时候透过我的老师介绍就演到张旭远导演的作品。之后呢，是我现在来我这里的戏坊艺术院工作的时候，跟这个就是我的老师们一起学，跟他们的学生一起学一点点啦，我们也学到很多吧，就是看他们透过跟他们表演，跟他们出去外面表演的时候也学到一点点这样子，包括曹国辉大哥也是会找我一点点这样子。我呢、okay. 是我从来没有演绎过，我没有参加过任何的演绎活动还是什么，因为可是因为我是学节令鼓嘛，但是节令鼓的表演方式比较多种，就是它可以带入一些演绎的方式来呈现出一个节令鼓的表演，是我在那个过程当中有就是演绎过一些不一样的角色这样子但是对话的话就完全没有，就是因为我们节令鼓就是以鼓棒跟肢体动作还有演绎来呈现的，所以没有对过话。OK， 很好，就是这样。好，谢谢。好，谢谢，谢谢两位，谢谢，谢谢两位。那下来我们是C57，是洪慈慧 C57，然后就是 C58 Isaac。Isaac 没在，我们让C57先自我介绍。出来了，有了。来，我们C57洪慈慧先自我介绍。听到吗？好，我先自我介绍，会卡吗？会啊，那边会卡吗？慢，你们那边看到会卡吗？好，现在 OK 了。谢谢了，我会慢哦。OK， 我先自我介绍，我是慧，然后我来自 JB， 我今年19岁，然后我以前是从宽容中学古来分校毕业，然后我在里面的社团我是戏剧研究会，然后我也曾担任公演的表演，然后还有学校的成果展啊，然后还有去就是。类似他们帮忙拍微电影，我也是有去试镜过。对，好，这是我的自我介绍。谢谢。那我们让C58 Isaac 自我介绍。Hello， 大家好啊，评审好啊，导演好，我是 Isaac， 叫华语名叫管志军啊，身高175，主要兴趣和热忱都是在关于演戏这一方面的。自己本身有做过群演这样。那两位有没有才艺表演呢？有。好，那我们让C57洪慈慧先开始。好，可以。我需要一点时间，等一下啊。评审老师们看得到吗？看得到吗？看到。这个、看到，看到。可以。看到好，可以，刚好过来一点。好，好的，等一下啊。我开个音乐，等一下。不好意思。谢谢。
不用心的拒绝，谁不经历狼狈？为什么会忽略失望的悲，拥抱遗憾的悲？我的梦不停。内涵的，谢谢。能讲当演员，看来你真是能当演员。好，那我们下来让 Isaac 来你的才艺表演。好，我就选了一个啊、演员里面比较重要一个台词吧。台词就是我就来一段绕口令。好，那我就啊、先开始吧。OK， 这个绕口令是八百标兵奔北坡。OK。八百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怕碰炮兵跑。这个是有点慢，我们来快点了。八百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怕碰炮兵炮。八了百了标了兵了兵了北了坡，炮了兵了兵了排了北了边了跑，炮了兵了怕了把了标了兵了碰，标了兵了怕了碰了炮了兵了炮。好，这个是我的。好厉害啊！我根本不懂你在讲什么，我也一句听不懂。炮兵，听到是？炮兵，我就听到。征兵啊，炮兵啊！哎呀，哦，很好。OK， 好。那我们让两位对戏。他们的角色是那个 A 跟 B 的剧本。OK， 嗯，三二一 ，Action。OK。C57先开始。啊，我先开始，没关系。对。哎，你干嘛？你一直对着镜子傻笑啊？你有问题吗？你才傻好不好？你才像鬼！我是在想，为什么你看我笑起来那么好看，还是没有人邀我？就是我太美，他们不敢来的。你知道吗？其实你不是笑起来好看，你是看起来好笑，好吗？算了吧你，这就是你无法改变的悲剧，认命吧。你才好笑，只有凡人才会认为仙女看起来不美，你就是个凡人好吗？我们咱不是凡人啊，可是其实我觉得有话讲了吗？的确我认同你，我们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你这个自信感一开始就应该有了，所以不应该对着镜子笑，你要告诉那一些觉得不喜欢你的人，敞开你的笑容，和他们一起欢笑。哇，很棒耶！这样的话，那我明天开始，我就要学会对大家都投以微笑。对，我就是要激发你这一份的信心感。哇，说真的，其实你笑起来还真的是蛮好看的。好，谢谢，谢谢你，谢谢你。OK， 好，谢谢，谢谢，谢谢。评审有问题吗？我没有。
OK， 好， okay, 好，谢谢，谢谢两位，谢谢。那我们下来是 C59 Carol Lim， 还有 C60 Kelvin Pang。好，来我们 C59 Carol 先自我介绍。网络，又卡了，卡了卡了。嗯，对，两位都一起黑屏。哎，这样子有点难哦，两个都上不了线了。我 cam cam 睇下，我 cam cam 睇下，我睇下。OK。还是进不来，直接掉线。没有，没有改变啊，直接掉线。关两下直接掉线，没有啊，真的是他们家，是他们那边的线路。刚才两位都很沉默。嗯，对，是，这两位都卡，然后我们下两位又还没有上来，我们就看一下我们线上朋友的。哎，有了有了 ，Carol 啊，有了 ，OK。有了，是，来自我介绍。Hello， 子萱好，平萱好。我的名字是 Carol 林科如，今年23岁。然后我的兴趣是唱歌、拍照，然后演戏。对。然后有才艺表演吗？啊，有。我的才艺表演是演一个桥段。对，嗯。想啊想啊。想起你了，如果当年我没有去参加这个比赛的话，今年的圣诞节应该是你陪我的。对不起，对不起，是我害了你。就这样。好，谢谢。那我们 C60 Kelvin 胖范家伟也上来了，范家伟。Hi Kelvin。Kelvin。听到我们说话吗 ？Hello， 来，可以先自我介绍。Hello， 小兵可以先自我介绍。他好像听不到我们说话。Hello， 听到吗？小兵，听到，你听到我们说话吗？我这里听不到声音啊。啊？你听不到我们的声音啊？听到吗 ？Kelvin， 要用手语。Kelvin， 听到吗 ？Hello， 听到吗？那 ，Kelvin 好像不行，他那个。照亮照亮，变姐变姐，哎呀，不好意思，哎来了，嗯，开始弄那个电话，可以吗？你听到？哎，听到吗？小兵，听到听到，小兵听到吗？自我介绍吧，听到。我是小兵，我今年24岁，是在一间公司工作 ，account。Okay. 是想要加入这个电影，是想要有点兴趣在演艺那边。嗯 ，OK，OK， 有才艺表演，有才艺表演吗？有。那你可以开始。这里放可以放音乐啊，可以吗？可以，你尽快就可以了。可以。
他是讲搞笑变魔术是吗？对呀、啊、对呀、啊。哇，好厉害哦！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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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三二一 ，Action！ 哎，我是不是长得有点问题啊？哎呦，别在意人家眼光吧，因为都没有人想要看你。你算了算了算了，反正我妈妈告诉我说，做人不要永远想着跟人家比较。哼！哎呦，你妈应该没告诉你吧？因为一直输很累的。节哀顺变吧！哇，你节哀顺变好，我就对你节哀顺变。反正没有了你这个朋友，我也是过得好好的。你就在你的 heaven 那边慢慢休息啦。节哀顺变。哎呦，说笑而已啦，别这么认真。很好笑。呵呵哎呦，其实也蛮好看吧，所以别在意你的眼光，别的眼光了。不要再说了，我不想听，就这样。OK， 拜拜。OK， 这个 Carol 你有拍过戏吗？哦，没有、欸。没有。我是参加我是有参加过，就是舞台剧一次，然后去年。也是参加过一个屠妖节的 Tele Movie 啊，有拍过啦，算。OK， 你们两个懂得几种语言？我啊，广东话、广东话、华语、马来文、英文四种啊。OK， 那边呢？一样咯，广东，我也是广东话，只是广东话只说一点点啦，不是很会讲。你们两个哪里人、啊？是哪里人啊？我是 KL， 我也是 KL。OK， 好 ，OK，OK。怎么 KL 的广东话不太行啊？对，系咩？系咯，过来听下。咁啊 ，Kelvin， 看来讲广东话，我想听一下两个讲广东话怎么样子。OK， 如果你讲，可以对广东话听。重复一次，用头先嗰段去讲广东话，演多一次得唔得 ？OK，OK，OK， 三二一，开始。诶 ，Kelvin 啊，我系咪生脑有啲问题啊？哎哟，唔可以再腌人哋啊！那个咁，唔好再腌人哋嘅谂法啊！因为你都冇人去睇你。你算啦算啦，反正我阿妈同佢讲，唔可以同人哋比较，尤其系你呢啲人。哎哟，你阿妈应该都冇共鸣过我，因为你输我，好攰嘅。哎呀，节哀顺变啦、啊、你！哇你节哀顺变，我好好对你节哀顺变就有啦。节哀顺变，你啊，你咩？sorry 咩？OK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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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觉得好好笑啊！你们是 KL 哪里？我想知道你们是 KL 哪里 ？KL 哪里啊？是大伯。我是陈拉。OK， 我哋都好悲哀嘅，而家廿几岁嘅人，广东话冇咗唔得噶啦。OK， 谢谢两位，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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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谢两位，其实这个变成笑剧了。我们有下来六十一跟 C 六十一 ，C 六十二 ，C 六十一应该是，哎，好。来，我们 C 六十一，江苏雨，江苏怡，啊，对，先自我介绍。
Hello， 各位老师好，我叫江淑瑜，今年21岁，然后我是来自沙巴，但是目前是在 KL 这里读书的。然后我目前还没有什么演艺的经验，然后但是我很希望又期待有一个这样的机会，可以让我展示更多的一面给更多的观众的。所以刚才你讲你是沙巴来啊？你说你是沙巴过来的？啊，我沙巴人。好，那我们让 C62 林思耀先自我介绍。Hello， 主持人评审，你们好，我的名字呢叫林思耀，你们也可以叫我 Needla N E E D 那个需要的、那个你。我以为我看错，为什么你在旁边？他要告诉大家，我们都需要他。我需要，不是我还以为是内定的，一定要这个。对，我叫 Needla N E E D。啊，因为我的国语名字是叫林需要嘛。需要，那时候我在想放名字，我就放你咯，你的名字是。然后呢，我今年呢22岁，来自本格关丹，然后真的非常开心有机会参与这个线上试镜啊，因为 MCO 嘛，然后就有时在家看戏看太多，就很想演，可是没有机会演，所以就很开心有一个机会啊，所以呢，希望能跟各位评审们以后有将来有机会合作啦，然后学习很多东西。OK， 两位有才艺表演吗？有，可是我的 camera 就是 flip 不了过来。没有啊，没关系啊。我可以啊。我们看不出他 flip， 他自己看照镜子的 mirror、哦。对、okay、对。没关系啊，你就照脸就好了。可以直接开始。我会演一小小段的一分钟的事。Happy birthday to you.我是放开一点音乐点嘛，看你们那边会很大声。OK， 给、okay. 会听到吗？你们听到会很大声吗？你会该怎么听？音乐听不到啊，听不到音乐啊，听不到音乐，听不到音乐。OK， 给中，大声点。呀，这样子呢，会 OK 吗？可以 OK。然后我其实我想很久才表演什么，然后我就选了演一段独白啊，然后是第一次啊，所以等下希望各位评审们能给一点建议啊，改进的建议。OK， 开始。OK， 你们知道什么是最难过的吗？就是你遇见了一个人，然后你爱上了那个人，然后你也得到了，到最后你又失去了，而且是在你不知情况下失去了。死不瞑目，你懂吗？你死不瞑目的过程中，他还会在你的心里留下一道疤。那道疤痕让你想哭的时候，你就会哭；那道疤痕让你不能哭的时候，你想哭的时候，一滴眼泪也哭不出来。那道疤，它让你想念的时候，你会停止不住去想念；那道疤，它不让你想念的时候，
你想破脑袋什么也想不出来。人生中最痛苦的莫过于此。好，谢谢。哎，谢谢。谢谢你。那我们让两位对戏。那 C 六十一，他们是 E 跟 F 的那个剧本。OK。开始。哎，你朋友有没有？我关silence一下 sorry 好了吗？准备好了吗？好了 ，OK， 三二一 ，Action！ 嘿，你男朋友有没有跟你讲过你长得很帅？没有哦，不过你是第五十个人跟我讲这句话，问我这句话的人呐、啊，我在想，你想表达什么呢？嗯，这样子我觉得你的朋友都很老实。不可能啊，他们不是这样子讲的。我跟你说，我的枪呢？看，他们每次跟我说叫我读这一句话，他说我很帅，看见吗？睁大你的眼睛，是一样帅的帅吗？帅，你有读书啊你？帅是第四声。大家好，讲话。这是一把真枪哦。知道我请喝饮料。要逼我？我跟你讲，我朋友说，我看谁不顺眼，我都可以打哦。帅，跟我读一声 ，S H U A I， 帅。帅。不能啊。OK， cut，thank you。哎，等一下，我问啊，淑仪，刚才你演那个你自己那个才艺表演啊，你是表达有人生你祝你的朋友生日快乐，然后他不开心是吗？其实我看不到明白。就是人家我们开心的地方，他庆祝一个生日，然后就是看到了就是比较伤心的一面，然后就。他其实是跟着那个音乐，我们听的不是很清楚那个音乐。那音乐从本的 Happy Birthday 让妈妈转悲哀，对不对？哦，我听不到音乐，我只是听到 Happy Birthday 而已，但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哦，所以我以为一开始以为是恐怖片来的，庆祝生日然后看到鬼，哈哈哈哈哈。他最后看到应该是有第三者啦。那后来的导演拍鬼戏拍多了。OK， 谢谢。其实线上的朋友也是说这个是什么生日鬼片，线上的评论也是觉得是鬼片。好，谢谢两位。好，线上评论说是鬼片。我们有 C， 哎 ，C 六十三跟 C 六十四 ，C 六十四上不了线啊，嗨 ，C 六十三是李巧婷。李巧婷听到吗？对，好嘞，先自我介绍。听到吗？听到。啊，是啊，主持人大家好，我是 C 李巧婷，那我今年26岁。好。有才艺表演。你原本的工资会卡吗？那个已经卡了，那个 Kingsley 不动了，他已经卡了 Kingsley 的。啊，也动了。没关系，巧婷你他那边的，是，我们就巧婷先表演好不好？对，巧婷先表演吧。OK， 好，那我今天要表演的东西叫做四不像，那这个四不像的不是在讲动物，是要四不类的东西。那这四不像呢，是想说要不同。等一下，我听不清楚他在说什么，我这里听不到，你们那边听得。卡着，我听得清楚，你听得清楚，我这里听到要搞我搞啊，断一下有，我是 OK， 再来好不好？我再重新开始 ，OK， 好，那今天的表演是四不像，那我这个四不像呢，不是在讲着迷路，也不是在指着不明不类的东西，那我这个四不像呢，是在讲着以四个不同的角色来表达不一样的。
好，那我就开始我的表演了。Hello， 大家好，我是63号的李巧婷。那我觉得呢，我自己是一个典型的射手座女孩，因为呢，我很容易开心，人也很开朗，而且呢，我也相信着那么样的一句话，那就是如果你肯付出努力的话，老天爷是肯定会待你不薄的。也请大家多多支持63号的李巧婷，谢谢大家。Hello， 雷完爷啊，现在，我刚才已经帮你干了5包米了哎，你现在还要我跟你当做10包？我虽然像男人婆的，但是不代表你可以那么欺负我 ，OK？ 哥哥，人家现在肚子有点饿饿了，人家想要吃小笼包包。我想，我现在关在家里面已经一个月了，为什么？为什么政府还不放我们出去？我要去吃肉粽，我要跟我朋友去妈妈档吹风、摇茶。我要吃麻辣锅，你说为什么政府不要给我们出去？放我出去，给我出去！好，现在就是我的表演，谢谢。谢谢。谢谢巧婷Kingsley 的网线应该不行，他都卡着了。好，那我们让评审跟他对戏可以吗？OK。好，那巧婷的话呢，你可以从三位评审里边。腾通没有，还没有试过、啊。其实线上哦，很多都想，我想看陈峰大哥演，我想看陈峰大哥演。来了。你原本是哪一个稿啊？他是 G H 的那个，然后巧婷是 G， 陈峰大哥是 H。啊 ，G H 啊。等一下看一下，我是 H 啊。对。Okay, 所以巧婷先开始的。准备好了吗？我已经准备好了，那老师准备好了吗 ？OK， 3、2、1 ，Action！ 哎，你觉得我丑吗？你想听真话还是假话？当然是先听。假话啦，你没有听过吗？那些真的啊，好的东西都是要留到最后才讲的嘛。虽然是这样子讲啦，我现在还是有点紧绷。一个字，丑。哇，拼啊！还好先叫你讲假话啊。对啊。真话嘞哈。超级丑。我要刀哎，快把我要刀拿来。我觉得如果没有把我刀拿出来吓一吓这种人啊，我觉得他是没有见到棺材不流泪是不会花的。幸好我们在视频哦，你拿刀都没有用。谢谢。okay, 我们还没喊卡哦，你自己卡。OK， 他自己卡了。我自己卡。哇，大哥玩你啊！好，评审们 OK 啊 ，So 可以了。那 Kingsley 呢 ？Kingsley 怎么样 ？Kingsley 上不了线。好，谢谢巧婷。谢谢巧婷。上不了。那65。Kingsley 上不了。Kingsley 是 C64，刚刚巧婷是 C63 哦。对，那现在是65。哎，为什么凤哥的画面颜色比较暗呢、啊？没有开灯。突然间变暗掉了。我这里突然间暗下来要下雨，我去开灯。没有给，OK。好，那开什么灯？开了也是黄一下，也是 OK 的，还好一点了，好一点。OK， 好一点了。红灯。OK， 今天呢，65谁？谁？
贝，听到吗？吉尼，很小声，很小声。听到。你要再靠近一点点。再靠近啊，听到吗？很小声，可以大声一点吗？我试一下哈，可以吗？啊，可以，可以。我可以啊，我可以。Hello， 大家好。Hi， Fred。Hi， 你好。OK， 大家好，我是 Jenny 静雯，今年33岁，来自槟城，目前是一名失业的剧场演员。OK， 好，那我们让你认识吗，导演？我认识啊，导演你认识吗？对呀、啊，认识，认识，认识。旁边这位跟我对戏的也认识。哦，你们认识的、啊？吓到！我是刚才笑，是因为他讲他是失业的一个剧场演员，好可怜啊！没办法，因为这个 COVID 就没办法演出了。不用紧啊，我们啊 ，Fred 是几号啊？请问 Fred 是几号、啊？看不到 Fred 的号码。他没写 C66。C66。OK。这里我们全部都失业，除了是东大哥而已啊。所以我们都是好朋友。耶、yeah, ，我还有电台工作耶。Fred 也是槟城人吗？对，我是槟城人。啊 ，Fred 呢 ？Fred？ 啊，永昌老师。Fred 还没有自我介绍。Steve 老师，你们好，我叫 Fred， 我今年34岁，身高164公分，然后我目前是一名中学的教师，也是槟城人。那我对表演也是很有热忱，那我偶尔会兼职一些表演的工作。OK， 两位有什么才艺表演 ？OK， 我是来娱乐大家，让大家放松一下的。好，这我们需要的。OK， 开始哈。阿爸，阿爸，我阿爸比侬还要大阿爸啊！阿爸谁阿爸？啊，阿爸，阿爸跟阿爸比侬还要，还要算账，还要说我的爸爸。OK， 谢谢。谢谢。对，也是有才艺表演是吗？啊，是的。哦，我本来打算因为我在列车巴西战舞，但是有打算要表演巴西战舞，但是因为那个条件不太适合，所以我准备一小段模仿。那我可以开始了吗？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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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曾经有说爱是梦，你说是双往相逢。心偏见伤和水，一路走来不后悔。终究在一起，头皮毛尽忠心，但你的脸偏偏总是这样一句。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还是该勇敢的上来？我也不知道那么多的爱。只有一个成龙大哥的模仿。好，谢谢。好好，为什么你不模仿黎明的那个奇怪？你不喜欢黎明啊？啊，这个地方为什么没有黎明的？不跳到去成龙的？哎，哦，黎明还没有揣摩得到。他应该是问谁是黎明啊？OK， 来对戏了、哦。那我们让两位对戏，那两位是A 跟 B 的剧本，那是 Jenny 先开始 ，Jenny 是 A 方，好，准备好了吗 ？OK， 3、2、1 ，Action。笑起来真好看耶。对，他们是不是如此古怪的笑？见鬼啊 ！Troy， 你才见鬼啊！哎，怎么啊？怎么我这样命苦的，到现在都没有人要我？人家不是讲我笑起来很好看的吗？你看，你不是笑起来很好看，你是看起来很好笑。
哎呀，节哀顺变了，这绝对是个对。你才节哀顺变呢，明明笑起来就很好看嘛，不是吗？一点好看，我听你啦，拜托。没有自己主见这些东西，知道吗？我讲话向来很直的，你要有自己主见。你沉默，其实我听不到，你可以再讲多一次吗？要有自知之明。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笑起来很好看吗？你看，都讲你看起来。你懂啊？韩国人都是这样子笑的，不是很好看吗？有啦，应该会有人欣赏你的啦，但是要找到可能就比较难一点喽。这样你要不要教我一下，应该要怎么笑比较好看？唉，笑这种东西。问我就对了，我、哦、就是要嘴巴歪歪一点，这样才比较有那种坏女孩的那种魅力。这样啊？啊，这样对了，对了，对了，就是这样哦，才会吸引到那些人哦，好像要勾引到人，你知道没有？啊，我还需要勾引人咩？要啦，对嘛？你就是要人家喜欢你，对不对？啊，这样你就要歪歪一点。啊，然后眉毛要动一点，动一点的。啊，这样对对对对，来坐一下，坐一下。OK。但是教练还有很多种方式的。有时嘞，你看那个男生讲哦，有些男生喜欢腼腆的，那你要配合你的身体，要摇一点这样。摇一点啊。这样我问你啦，你喜欢怎样的笑？我啊，我喜欢。这样啊，你跟我讲啦，就是这样。要问啦、啊，这个东西，我的姿势你教我。这位叫喜欢你吗？可以，Thank you, Thank you, OK, 可以了。我在看你们。哎，我想问阿 Fred 一下，你们真的可以讲很久哦。哎，我想问阿 Fred 一下，阿 Fred， 你刚才讲说你有做导演的工作，你是剧场导演还是拍影片的导演？哦，我不是导演，我有表演。表演的、哦、表演啊、哦、，OK OK， 好，好，如果你是导演，导演不请你啊，啊、哦、不会，我还在找接班人呢，这样子，没有啦，还有问题吗 ？OK，、哦、没有，我没有问题了，好，谢谢两位。刚才 Fred 讲他是老师，对不对？对，是中文老师，好像讲他是老师，老师，嗯。中学老师啊、嗯，哦，他同学全部都看到了。然后刚刚陈峰，陈峰大哥家里不是，太累了，太累了，就是没有，喉咙大风，突然间很大风，要吹到什么东西，乒乓跌下来，我就也是，你看刮风了开始。哦，我这边是想要念那些。我想念一下评论给你们听，因为 那一刻的话其实是挺多人评论的，然后有一些说美到玻璃都碎。啊，听到吗 ？Hello， 你们好。但是 Hello， 哎、hey, ，Hello，Hello，Hello。嗯，那我们有 C67 Alice Fong 方嘉英，对，你们好，我是。好的，你们好，我是 Alice 方嘉英。OK， 嗨。然后他卡了。Zoom 是吗？嗯，对。OK。到我自我介绍吧。啊 ，OK， 我的名字叫江君宏，然后今年20岁，然后我读大学，在 KL 读着大学，然后我就刚好看到网上有这个 post， 就来玩一下。玩了？你以为我们玩完了？没有，没有，认真认真的学习一下。啊那你玩，你来这干嘛？你当我们这是玩的、啊？不是练习。没有。哪一间大学啊？你说？Taylor's University。啊。All right。那有才艺表演吗？有没有才艺表演？才艺表演啊，我才艺表演只会一些就是学猫猫的一些日常。好，那我们先开始才艺表演。好的，然后我现在是做一个小猫，就是当他们睡觉的时候，他们是卡住了吗？
然后当他们，当他们就是小猫呢，就这样子叫的时候，他们的妈妈猫都会喵喵喵喵，然后就。然后就这样子就笑，哈哈哈哈。看你的手有没有消毒啊？啊？你之前有没有消毒你的手啊？啊，因为我其实曾经给我的猫舔过他们的手，其实我觉得他们就是真的是舔到真。峰哥还 get 不到你的意思，叫他搬离近一点。然后你有什么才艺表演？啊，有，我是打算表演那个喜剧之王里的一个片段。啊、OK， 好，来。OK， 比较好点来。好了，是。对啊，开门啊！这里有什么搞错？明明你还叫人家来装逼，但只是你好搞笑才叫好。啊，咁真系，咁真系讲表情啊！听不到，哎，没有声音了，可能下大雨，我这里下很大雨啊，突然间下大雨，那些网络应该有问题。我这边也好大雨。哎，俊宏没有声音了，俊宏，对，俊宏没有声音，俊宏没声音。应该刚才他睡小是去那个影片的声音了，听到吗？啊，有了，有了，啊，现在听到了。刚才是这样子的，刚才就是他讲，首先就是他眼睛在那边睡很多种，啊，就是其中一种就是星爷的片段了吗？啊，星爷的片段。OK，OK，OK。Okay, okay, okay. 好，你们来对戏啊！两位准备对戏，他们的剧本是 C 跟 D。然后 Ali 是 C， 俊宏是 D， 准备好了吗？两位？好的，好的。好，可以开始。Ali 又卡了。Ali 卡了，不好意思啊。你觉得我的样子是有点问题啊？还敢讲？是有问题啊，但是别在意别人眼光，因为没有人想看你。你算了，我妈妈说呢，人呢做人就不要跟别人比。我觉得你妈妈应该是不敢跟你讲，也不会告诉你吧，因为你会一直输我，输到很难看，请节哀顺变。我真的不想理你了。算了吧，不想理就不想理。我是说实话，不想听就不想听。噜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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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你说，你快点给我滚啊！你赶紧滚那边去，知道吧？哎，吹那么尖，你们把我讲熬了，熬了。OK，不要生气啦，莎莉啦，莎莉啦，哎呦 ，OK OK， 好了，谢谢两位，谢谢 Alice 跟俊宏，评审们有问题吗？没有，好，谢谢两位，没有，谢谢你们，辛苦了，你们辛苦了，拜拜，拜拜。然后我们这个是69，七六十九。
他有点卡，你的镜头有点是歪的哟。陈美婷，可以哦。陈美婷，可以。哇，可以看到在跳了。Remix 这样子，这个是 Remix， 这个是表演吗？这个是拍 Paranormal Activities 啊，鬼恐怖片，或者是 Alien Invasion 啊 ，Alien Invasion， 下很大雨，真的录不理想哎，是线路问题。这里是，是你声音是听得到，但是你的画面是非常的卡的。这效果感觉放了特效。嗯，对，画面很好像在打扮。就是你可以出去再进来看看吗？还有一位他是69号，还有70号吗？70号的话是他临时弃权了，说有事。那71呢？有没有71？然后71的话是儿童组还没进来。哦。像我是要出去再进回来吗？是的，你试试看吧，有评论说他来自抖音，一直抖，好幽默啊，大家都紧张到发抖。今天算是比也不太差哦，相比之下，这一次的因为才艺表演对好很多、哦，因为没有唱歌了，跟他们说了。听日听日，好紧要大雨啊！而家好紧要大雨，好啊！呢几日热到啊，好热啊！真系。我现在发现，现在年轻人基本上都不会讲广东话了。对呀、啊，是啊，比较少哎、欸，真的比较少。小孩子都不会讲。所以说有点奇怪，那为什么在马来西亚还有广东话讲广东话的电台，还有讲广东话的，不是哈？但唔系俾佢哋听嘅。都没被你年轻人听，没有，可能比较小的地方还是有讲方言的，像怡保这样子很多还是会讲。是怡保和芙蓉吧？对哦，我也碰过一个怡保，广东话讲不标准的，真的很恐怖。其实芙蓉也很少说的，我也是芙蓉人，也很少说那个广东话。就小时候有说，可能小时候比较多人看 TVB， 然后现在都是看中国的戏。可能我觉得不要讲广东话，对，因为包括好像槟城，因为之前福建话都不会讲了，也是。因为之前在华小太过大家都大力的推广那个华语，然后你讲方言就惩罚。我们之前有一个研究，就有一个这样子的概念，就是说方小孩子就造成了那种说方言就好像一种罪的感觉。因为你说方言就被惩罚，而久而久之就方言不能讲，然后只是在家里面，如果爸爸妈妈又开始跟他讲华语的话，就其实现在又有另外一股情况哦，大家就鼓励讲方言，可能我觉得学校也可以鼓励一下。其实基本上就是除了广东话的话，就是福建话、什么客家话、潮州话的话，是真的快要失传了，都比较少人讲。很多都开始不说了，是对呀、啊，因为多讲华语这个运动，从我小学开始，从我那年代开始，你看，差不多整30-40年的运动，真会把一个另外方言给灭掉，真的是差不多现在是这样的状况，很成功哦，很成功，非常成功，真的。我们刚刚的 C69 应该上不了线，我们 C71，这个是儿童组的， okay. 小孩组的。OK。是，我们有高文。高文听到吗？听到。好，那先自我介绍。Hello， 大家好，我是高文，我来自沙发。
沙巴吗？啊，沙巴，沙巴。我三打根，沙巴三打根，三打根。高文，你可能要靠近一点点。你是用手机是吗？那个声音收的不是很好。可以可以。有才艺表演吗？有。好，可以开始才艺表演。大家好，我是你最老师的女朋友，你。我最喜欢吃的东西是。3.72，不搞笑。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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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们这个72也是刚刚上来，哎，72陈子琳，嗯，陈子琳可以先自我介绍。Hello. 我叫陈子琳，今年11岁，来自吉隆坡，我的爱好是唱歌、跳舞、讲故事比赛和演讲比赛。我肯定少不了演戏，因为我在学校的课外活动里参加大赛车，我是他们的小演员。有才艺表演吗？有啊。好，来，准备好了可以开始。你那个头怎么了？哦，我知道了，你一定在 MCO 期间没人帮你剪头发，你就自己把你自己的头都梳光了，太好笑了吧？谢谢。OK， 谢谢。刚才又打了一声，打了一声的，对，很夸张。对呀、啊。还有效果不错啊，你应该演鬼恐怖片。OK， 我们可以对戏了吗 ？OK。他们是小孩组的 A 跟 B， 然后高文是 A 方，两位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好，可以开始。谁是同学？要一起去爬山马拉吗？我跟老师讲，你没礼貌，你一定要加那两个字吗？哦，你跟我要一起去爬山爬了吗？老师，他讲我，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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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ay,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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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两位，谢谢，谢谢两位，谢谢。哇，三大刚刚我好大啊，我感觉，我好大。第60，抖音都回来了，抖音了，好了，哎、okay. ，啊，回来了，顺的。第69，对 ，OK， 好，可以自我介绍，陈美婷。什么来的？自我介绍。哎、欸，他 听到吗？听不到我们讲话吗？自我介绍。So, 我做一个介绍，我是叫陈美婷，当 B Ben。So, 今年33岁，也是我第一次参与这样子的线上活动。都是在我刷屏的时候啊，就看到就感慨就填了过来了。哎，好，都没有任何的舞台啊，或者是表演的经验啊，算是第一次的尝试。
有才艺表演吗？嗯。喂，你问他有才艺表演，他吓跑了。吓死他！才艺表演就是变色不见掉。对了，他变色不见掉，magic， 才艺表演就是 magic。他不见掉。快点变回来，我们等一下变回来。我给他五秒钟，来，啊、我们变回来了。下两位 C 七十三跟 T 七十四 ，T C 七十三的话是黄子怡，哎，可是他的网络应该不好。那我们 C 七十四，叶红俊。Hello， 大家好。Hello。来，可以自我介绍。我的名字叫叶红俊，我今年十岁。嗯。我就读云南华侨，我的爱好是演戏、唱歌，还有弹吉他。嗯，有才艺表演吗？我没有。没有。好，那另外一位的话可能就上不了线。那 C74的话呢，对戏，我们请哪位评审跟他对戏呢？还是儿童组的 E 跟 F？ 当然，儿童组他是哪一个啊？第几个稿 ？E F 第六，还儿童的 E F， 儿童的 E F 啊？哎，等一下啊，那个红俊，你能不能站前一点点？再往前，对，哎呀，那 OK 好。你是什么 E 还是 F 啊？你是 E 还是 F？ 他是 F 啊。对，你是 F 啊 ，OK， 我演 E 啊，你听到我说话吗？听到。对啊，我们三二一开始，喂，你觉得我笨吗？嗯，你想听真话还是假话？当然先听假话比较好啊，我有点紧张啊，超级笨！我讲话不准，你不代表我笨啊？为什么你这么说话？你的真话就是超级无敌的笨。我不要跟你好。OK， 谢谢你。谢谢。拜拜。自己消失啊！自己跑掉。自己消失没有关机啊，他人跑掉。是他跟你。怎么了？走晕了。这个 C 七十四。怎么都没进来呢？没有了是吗？还有那个卡住的是没有进不来是吗？是，其实是还有的。七十九那个，七十三。对他上不了线。稍等哦，我们先让其他的也进来。哎，子怡是上不了线还是啊？他上不了。还是因为他没有开到那个 video 的那个画面。对他没有按到 video， 因为他已经上了，他已经上了，他没有按到 video， 声音也没有。啊，子怡，你听到吗？听到的话，就把你的那个 video， 你按那个 video， 我们就可以看到你了。声音也没有了，他应该是 allow 啊，应该是卡掉了，我觉得。那我们就下一位。还有吗？是这个的话。你是什么偏好呢？偏好七十六。76，唐文达。那小孩组就没了，现在是成人组。这叫什么名字啊 ？Sorry， 唐文达。唐文达。OK。来，可以自我介绍。感觉认识永昌导演哦。认识啊，网络红人啊。没有。哦。Oh.网络红人来的，OK。哎呀，评审，陈峰大哥、okay. 李大哥、李导啊，小姐，大家下午好。
把那画面放大吧。哎，放大。没有没有没有啊。稍等稍等。会。OK。OK 吗？可以吗？好、okay. ，可以可以。我看到你好像穿着僵尸的衣服啊。啊？这个是我时常在直播，我是一个直播拍卖员，我时常在直播都有穿跟大家玩玩。OK， 那么 OK， 你才艺表演来的吗？这个是你才艺表演？不是，我的才艺表演是模仿周星驰。哦、oh, ，OK OK， 你可以开始。咦，靓仔，哎，等一下，还没带到。所以再来一次。靓仔，边个俾你喺呢度摆档噶？哎呀，大佬，咩事啊？收徒弟啊！黑社会啦，我唔惊噶。有本事你出鸡，好，你等我啦，一支穿云箭，穿军猛马嚟相见。你等我啊，我大佬嚟紧噶啦，大佬。好瞓啊，大佬，你扑街噶啦！呢个咩嚟噶？拳头啊，沙波咁大个拳头有冇见过啊？打爆你眼镜啦！你买定个棺材吧啦，谢谢。OK， 好有诚意哦。OK， 拜服装都有。Okay. 因为就是跟这个文达匹配的 C75呢，它也是弃权。所以呢，可以跟我们的评审对戏。哦，可以吗？我先啊，陈志刚，他是 B 方。我先陈峰大哥。哪一个 ？B 啊 ，B 方成人的 B。哎 ，OK。第一个。嗯，是。所以我是 A 啊。是的。嗯 ，OK， 来。谁先呢？陈东大哥先呢？开始了，我开始了，我开始了。我没有听到嘞。你没有看对白吗？对白他是没有，他你 OK？ 你有没有看对白？要看表情。OK 哟，嘿，可以了吗？你先开始讲。OK， 嘿，你对着镜子一直古怪的笑，请问是鬼上身吗？怎么那么苦命啊我？唉，为什么我就是没有人要？明明大家说我笑起来是很好看的。哎，你不是笑起来很好看，而是笑起来很好笑。节哀顺变啦，这绝对是个悲剧来的。很好笑也是应该很讨人欢喜的吗？不是吗？嗯，也对，是的。谢谢。OK，谢谢大家，谢谢。评审有问题吗 ？Thank you。没有问题。没有，好，谢谢。还有人进来吗？刚刚这个儿童啊，终于回来了。OK。听到吗？来，黄子怡可以自我介绍。听到。嗨，大家好。Hello。黄名叫子怡，我就读 SJK 世界上的亚小学。我的 hobby 是游泳。我以后想成为一个警察，因为警察能帮助有需要的人。谢谢。很好，嗯，警察，哎，好。有才艺表演吗？反你的呗。警察来反差不？啊。OK， 来。Oh my God, I see the way you shine. Take my hand, my dear, and kiss and put in mine. You know.You stopped me dead while I was standing by. We're back to see you dance one more time. Ooh, I see you every time. You my eye, I just got you. You make me want to cry. Now I'm back to
OK，OK，谢谢，谢谢子怡，谢谢。OK，OK，他，OK，他，OK，陈峰波对啦，系。他是儿童组，你咁嘅系咩意思？我惊吓亲佢啊！系嘅，你系会嘅。儿童组的 EF 剧本，他是 E， 所以陈峰大哥要他是 E 啊，F， 来，我跟你演啊，好，来 ，ready， 一二三，开始。哎，你觉得我笨吗？你想听真话还是听假话啊？啊，对。听假话比较好。我很紧张哎。哦。哈哈，你其实有点笨哦。你不是认真吧？以为我讲你笨吗？他演得很好啊，你如果笨，他有反应，他的反应就是你笨的反应。因为你累哦，你累要吃了一点点。假话，那真话呢？真，哎，全部都累哦。全部都叻，全部叻晒。陈峰大哥那个是叻了。OK。好，谢谢子怡。好，那我们就回成人组 C 七十七、okay. C 七十八 C 七十七的是朱秀凤。对，还有。Hello。哎，成人组的 C 七十七朱秀凤，听到吗？听到，听得到吗？哎，听到，可以自我介绍。朱秀凤，自我介绍。Hello， 你们好，我是来自沙拉瓦西部的朱秀凤 Grace， 然后第一次来参与这样的活动，上面试。好，那我们 C 七十八陈俊生。嗨，大家，各位老师好，我是陈俊生，我是来自中国，我本身是一位财务规划。财务规划，好，有才艺表演吗？财务规划 ，OK。那天有教了在 Facebook 的那个 Messenger 那天，你有才艺表演吗？你在这里再表演一次可以吗？那我现在就没有，我那天有教了。OK， 那我们就在俊生那边看吧。俊生有才艺表演吗？我想用一个肥猫的那个角色来演绎。OK， 可以。好。OK， 可以。好。就是我用这个角色。你可以把你的这个麦克风，就是放前一点吗？往你嘴巴那边放，因为那个收音不是很清楚。好，我关一关窗。不好意思。好，可以开始才艺表演。我是用我的角色来演绎对白可以吗？我是用 OK， 可以。我的这个女人，我很开心。我就想去给人家吃。什么？你们怎么也支持我？
其实俊生那边的网路可能有点太差，其实你在演的时候只是定格了，或者是你之后的话可以录一个视频然后发给我们好吗？哦，可以啊。好，那两位的话就可以对戏，这两位的话是 C 跟 D， 那是秀凤先开始，秀凤是西方 C。 好，两位准备好了吗？我好了，可以。三二一 action。 哎，我是不是长得有点问题呀、啊、你看一看。别在意人家怎么说了，没有人想看你的啦。你，哎呀，算了，我妈告诉我，出门不要总想跟人比较。嘿，你妈应该是忘记告诉你，你一直很累，为什么呢？因为你一直输。而且输得很累，你呀，就放弃吧，阿弥陀佛。你怎么这样子啊？我妈长得我很漂亮，我还是独一无二的嘞。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是独一无二。所以呢，在《西游记》之中有四个角色，哎，所以啊，我过龙了。OK，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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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七十八，哎，谁知道？为什么？七十八不是过了吗？八刚才那个朱对对对，七十九的话是黄苏林，但是又定格了。那八十呢？八十还也没进来，可能全部都上不了。我再看一下哦，都定格了。OK， 反正他们没进来。如果现场有听到的观众啊，其实你们在演的时候，不要只是顾着讲自己的对白，你要听对方在讲什么。我发现有几位，你们只是顾着讲自己的对白，根本就没有听对方在讲什么的，所以变成你有他，你有你讲，他有他讲，你们两个根本都没有没有对戏，没到了，没有交流，没有交流的，哎、对。对演戏是 reaction，不是 action。你 have to react to your co-actor。如果你在自己顾自己这演呢，两个都有问题了，变成。所以一定要注意你们对方在说什么。还有你没有对白的时候，我们也在看着你们的表情的，不是说你没有对白你就傻傻在那边。啊，希望你们留意一下。来看，有些人说可能是下大雨的关系哦，线路不好、啊。是哦，现在下大雨。就现在每个，但是今天的话，很多都是东马的，都是沙巴，然后沙老越的。哎，对，像东马也下雨吗？可能的，我以为只有西马下雨。现在全部上不了了，全部都上不了来了吗？现在，哎，刚好有一位。这个是 C 八十一的 ，C 八十一，对，Hello， 先自我介绍，可以啊，我的名字叫做冯华，然后今年是二十一岁， okay. 还是一名学生，就读的是室内设计课程，所以就是大概我的表演吗？我表演就是我会大概用两个角色去。用一些语气去表演演绎出这个角色的那个特质哦，可以。So 第一个呢，我会演一个比较嚣张跟傲慢的人。So 我就会开始我的表演哦。好，来。
哎，听讲你最近拿到冠军了。我是看过那个表演啦，那个赛制我是感觉是蛮简单的，拿到冠军也不出奇。可是呢，我就是没有这个空闲的时间去参与这么小众的比赛。如果我真的参与了，你想要拿冠军应该就很难了。这是第一个，就是比较傲慢跟嚣张的人。So, 第二个我想要演绎的角色就是大耳聋。Okay, so 开始了。哎 ，Rather， 你不想还钱，一句话罢了。砍掉你的手下来，不是没有事了咯？现在你搞到我跟我的兄弟这样跑上跑下，当猴子一样这样子玩我们，你是不是命都不想要了？就是大概是这样子。OK， 好，谢谢。我们七82。Hello， 大家好，我是 Andrew 莫耀辉，今年21岁，然后来自吉隆坡，然后我去年刚刚从 Diploma Business 毕业吧，所以我现在是当时做着来 full time 的工作。OK，As a marketing， 有才艺表演吗？我的才艺表演是我会唱一首歌。OK， 你还要我怎样？要怎样？你突然来的短信就够我悲伤，我没能力遗忘，你不用提醒我。OK， Andrew， OK， OK， Thank you， Thank you。谢谢。我们想怎么样？我们应该讲你没有听到，我们说我们的才艺表演，你不要唱歌了，你不要听到。哦，是。啊、哦 ，OK。我们是要怎样？文字也要写哦。哈哈哈哈没有，我说我们之前有讲过才艺表演尽量不要唱歌，因为我们不在选歌手、哦、我们在选演员。哦，不要紧不要紧、okay. 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嗯，好，现在就靠你的对戏咯，要从对戏那边抢分咯。OK 好的好的好的。两位是 G 跟 H， 所以是冯旺是吗？冯旺，我是 G 吧。对，先开始。哎，其实你觉得我丑吗？你要听真话还是假话？嗯，先听假话啦，很紧张。假话，一个字，丑。幸好是假话，这是真话嘞。真话。嗯。丑到没人要啊。我的刀嘞？把我的刀拿过来，我觉得你眼睛真的是有问题、欸。你应该要去冷静点，看一下。只是不问你，你给我一个意见吗？我给你一个意见吗？对不对 ？So like， 我给你一个 advice 是吗？是 Emil 是吗？没有，其实也是。好，继续下去。演的。OK， 明白。Sorry 啊。你打断了 Andrew， 你怎么还讲演的？没有事，没有事，没有事。好，评审有问题吗 ？OK。谢谢。嗯，没有，没有。谢谢两位。刚才那个风帮，其实我觉得他有一点点。哦。啊，朱林生终于进来了。Hello。你们是79对吗？那是什么？回音。嗯，你好。哇，是谁的回音啊？回音是谁的？回音是谁的？你们有开着你们的，还有一台机是吧？嗯。Yeah. Hello， 应该是有人是用79的，用 speaker 吗？ speaker 吗？啊啊 ，Jared， 你是开 speaker 的吗 ？Jared， 来，我们先让 C79， 黄苏玲 ，Hello， 大家自我介绍。Hello， 大家好，我叫黄苏玲，今年31岁。我是一名 IT consultant， 也是四个孩子的妈妈。那我看到 Steve 要、oh. 把这个线上直播试镜的 post 在他的 Instagram， 所以就感觉有兴趣就才参加了。哦、oh, ，你说你是四个孩子的妈妈？是啊。哇、wow, ，OK， 看不出，看不出。
那你有才艺表演吗？ 你几岁啊？36。36。有才艺表演吗？我的才艺表演其实就是要表演一段表妹和表哥之间的对白。OK，你可以开始。有一天，表妹呢就想跟表哥表白，所以就用了一首歌叫做《勇气》。表妹就兴致勃勃地跟表哥说：“表哥，我有一首歌想要唱给你听。”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我的爱就有意义。我们都需要勇气去相信会在一起，人潮拥挤，我能感觉你放在我手心里，你的真心。然后表哥就说：“表妹，你有病啊！现在冠状病毒蔓延，你最好去做检验先吧。勇气 ，COVID-19 还严重过勇气耶。”好了。OK。谢谢。厉害啊！你咁表演也表演到唱歌，你厉害啊！我们说不准唱歌，你还是用的方法来唱歌给我们，很厉害啊你！还是唱得到啊。OK， Jared。这个，我来自马六甲，今年34岁。我的兴趣是看电影、旅行，然后有参与过一些电视剧啊、舞台剧啊、拍广告一些等等的相关经验。OK， 有才艺表演吗？啊，有才艺表演，也是演一段戏，就是可能就是接到一个神秘电话，我是一个爸爸，然后我的孩子好像是在戏里面。我被绑架了，但是我要演那个过程。OK， 好。喂，请问你是谁？你现在女儿在我手上，你快点拿100万块，不然如果你报警的话，哼，明天你就不想要见到你女儿了。啊？什么？我的女儿在你手上？我刚刚才送她手上，你是不是诈骗集团哦？不可能啊，我明明看到走进学校里面的。如果你让我拿100万出来啊？什么？你我女儿，你让我听见了声音。你啊，好，我不报警，我报警。不要，你不要对我女儿这样啊。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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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开始先啊，不如我们先开始啊。嗯，嘿，你的朋友们有没有跟你说过你长得很帅？真的吗？好像没有说过哎。你的朋友们都很老实。我的车来，把我车来。你干嘛啊你？现在管制都还没有过，我去让你找相给你呀、啊！我不管你呀、啊！唱嘞，唱嘞，唱啊！啊！你还想行政管理？你要唱给自己吗？已经快要超过唱给自己的，我要疯了，你知道吗？每天关在家里，唱嘞，唱嘞。唱嘞、hey, brother, 唱啊 OK OK cut OK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OK 谢谢谢谢有问题吗？很投入啊，他很投入啊，他投入，我喊喊卡他都没有听到。哎呀，诶，张爸爸是话嗰个，你知个486系边个冇啊？先唔知哦，我哋电影入边有客串噶，边个486？我哋上正话嗰个系咩？
板冰的东西了的。对吗？永昌对吗？是吗？对对对。那我们 C83 Amber Sue。大家好，我叫 Amber 苏文敏，我的身高是160公分，我的兴趣是扯铃、唱歌和跳舞，谢谢。好，那 C84 Brian。Brian 呢？嗨。嗨，对啊，我的名字叫莫乐胜，然后来自太平，今年23岁。好，有才艺表演吗？有，我想要用喜怒哀乐来表达你怎么了。OK， 好。你怎么啦？你怎么啦？你怎么了？嘿，你怎么啦？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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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喂，请问是黄太吗？喂，对啊，你是谁啊？喂，我是隔壁的老王啊。哦，老王，什么事啊？打给我怎么啦？哦，没有没有，我只是想告诉你我的胃不舒服啊。啊？然后医生怎么说？医生说我不能乱吃东西，所以我就打给你啊。你打给我做什么？我又不是医生。因为我不能乱吃东西，只能吃软饭。是这样，谢谢。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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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对。喂，你在干嘛？照着镜子，然后在那边自己笑，你傻了是吗？哎呦，我为何那么命苦啊？为什么我就是没人要？明明大家都说我笑起来很好看啊。你呀、啊。算了啦，你算到 key 笑就好啊，你都笑不出那个好看的样子啊。不然我教你啊，我笑很好看呢、欸。你教我？我教你好，我教你来。我告诉你啊，要笑其实技巧很多。想当年，我一笑倾城，二笑倾国，三笑我就 KO 全部女生了，我告诉你。来来来 ，OK， 我们不要讲那么多，我教你，来啊，准备好啊，一、二、三，这样好看吗？好看，好假你，真的，我是笑得很好看啊，我告诉你，不用紧，你笑得不好看不重要，做人最重要是两句话。做人不缺爱。欸、下一句，做爱不缺人的。好，谢谢。OK， 谢谢。他演不下去了。是啊，讲这样子的话。不好意思啊，纯属娱乐，纯属娱乐。OK， OK， 谢谢谢谢。那我们有C85子轩。
子萱的镜头是反的。啊，是反的，他转过来。好的，这样可以吗？啊、OK， 可以。还有八十六吗 ？OK。八十六还没进来。那子萱先自我介绍吧。好、哦，Hello， 主持人好，导演好，老师好，我是 C85的子萱，可以叫我 Cindy， 然后我是来自柔佛新山的，然后我今年19岁，然后是一个刚毕业的学生，然后目前还没有读书，然后我的爱好是唱歌，然后拍影片、剪辑影片那些。OK。所以有自己在做短片吗？我以前中学的时候有参加过学校一个微电影比赛，然后有拿奖，因为我那时是有去当导演，还有负责剪辑，还有写剧本那些。哦、oh, ，OK， 接班人 ，OK， 来，好，才艺表演，导演跟导演对戏啊，啊。有才艺表演吗？他们现在跟两个 BC 一样。哎呦，我本来是想要唱歌，可是因为不会唱歌，对吗？不可以。这样我就模仿那个蜡笔小新，然后演一段《延禧攻略》的一小段的一个片段，对配音这样。OK，Hello、okay. 啊。我可以这样子，可以这样遮住吗？可以，可以啊。可以啊。我靠，你遮住我看不到你的表演了哦。哦，他用声音表演啊，因为我们要配音。OK OK OK。Hello， 大家好，我是蜡笔小新儿，今年5岁，我最讨厌吃青椒了。嗯 ，Steve 哥哥，你好帅哟、哦，可以跟你要电话号码吗？不可以。喇叭学生靠不了呀。可以哦，好尴尬啊！好吧，那我现在就直接来表演了，《延禧攻略》。璎珞，你有大的胆子，竟敢对夺我的命令！你脚下的这片土地是紫禁城。是乔春宫，不是裤衩。在这儿，一切要以王后娘娘的需求为先。我是主子，你是奴才，我今天就得让你知道什么叫做规矩，什么叫做抵挡。你疯了，竟敢打我！我是裤衩父亲，我若有错，自有王后娘娘处置。好，谢谢。谢谢，谢谢。然后我们有 C86， 嗨 ，Hello，Hi Steve， 李正权 ，Hi，Hi 陈峰老师 ，Hi 永昌老师 ，Hi， 你可以再往前一点点吗？可以啊，是，自我介绍。Hello， 大家好，我叫李真权，今年23岁，我来自槟城，目前就读 USM 马来西亚理科大学，我读的是主修传播系，副修心理学。有没有才艺表演呢？有。我需要往后一些些啊。好好。OK， 开始了吗？可以，可以，可以。Steve， 你是我最好的兄弟，怎么可以说出那么伤人的话？不，我不是残废，我可以照顾自己。老婆，我可以让给你，但是孩子，
孩子还给我好吗？我求你了，我求你了。OK， 你看。阿 Steven 来争老婆争仔啊！点解你哎呀，我都奇怪啊！哎，你老婆是谁啊？没有啦。做咩咁笑啊？我当时你老婆是谁？哦，想不到一个人啊！中意摆我上台啊！如果中意摆我上台啊！阿 Steven， 孩子赶快给回你啦！当然用咁多个月。对啦，对啦，傻傻的，哎呀 ，OK 啦，你们准备了演对戏了吗？哎，我们子萱是 C， 子萱是 C 方，然后正权是 D， 准备好了就可以开始。好，来准备三二一 ，Action！ 咦，为什么我的双眼皮剪不剪掉的 ？Oh my god！ 还有我的鼻子。为什么塌掉了的？我问你，我脸是不是长了点问题啊？你别想那么多，别那么在意人家的眼光嘛。因为啊，没人会想见到你的。你算了，我妈跟我讲，做人不要太跟别人做比较。你妈应该没告诉你，因为一直输会很累的，请你节哀。脆脆脆，就节哀顺便哦，人家死了姜，本小姐可是潜力股哎，总有一天一定让自己从一只丑小鸭变成一只美丽的天鹅。嗯，不对不对，有信心是好事。但请你照一下镜子，不要不自量力啊！哎，我现在可是 Angelababy 耶，还不美吗？你也敢跟 Angelababy 比呀、啊？差得远吗？什么？撒泡尿照照自己吧！我回去就让我的经纪人告死你！白日梦就别多做了，早点休息，早点睡觉，养颜啊！我已经够美了，不需要再养颜了，是天生丽质呢。继续做你的梦吧。OK OK OK， thank you. thank you， 谢谢两位，谢谢你们。还有吗？还有啊？哦，还有Hello. 等下还有一位就没了。好。自我介绍 C87 好，听到我的声音吗？听到。好，下午好，我姓王，名叫林奇啊，然后今年23岁，读的师训啊，师范学院，然后是准备要毕业了的，然后就这样。好，谢谢。C88 雷震。OK， 雷正耀。Aaron 主持人、评审们还有观众们，大家好，我是 Aaron 雷正耀。那我今年24岁，就在吉隆坡甲仲。那我本身在14岁开始就有接触舞台剧的演出，然后有做公演啊、小品啊，也有参与一些。然后至于在舞台剧的路上，我就开始参与电视跟电影的 production 啊，不就是拍摄。那我近期有参与了几部本地的电视剧，还有之前也有参与过一部中国的独立电影，然后今天就希望可以趁这个机会得到更多机会，然后可以有别的角色可以挑战，谢谢你们。好 ，OK， 你们两位有才艺表演吗？好，是给他先吗？小明啊 ，OK， 其他的先吗？这样我的才艺表演就是我安排的才艺表演是，我会演一个怎么说，跟男朋友打电话还有跟闺蜜打电话的女朋友。OK。喂，弟弟，
哦哦，你忙啊？这样啊？这样的话，这样怎么样？死男人，挂我电话哦！那我不信。喂，小丽啊，我跟你讲啊，那个傻模呀，还挂我电话了哦！等一下，为什么还要生你在你那天啊？哈，你们两个都是，喂，又挂我电话，他们背叛我，他们两个背叛我。OK， 就这样，谢谢。谢谢。谢谢。然后刚刚那位掉线了，掉线了。然后我们就让评审跟他对戏吧。他是一方一，然后 EF 的那个剧本。EF。等一下，哎，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好，有才艺表演吗 ，Aaron？有我，但是我希望这个才艺表演可以使用广东话一个团体表演给你们 ，OK 吗？可以，可以，可以啊。准备好了就给你们吧。哦，大家好啊，我叫阿耀，我是小雪的朋友。好对唔住啊，今日唔系小雪上嚟 live 唱歌俾你哋听。我今日上嚟系想澄清一件事嘅。之前小雪呢两年前嘅歌都系我写嘅。嗯，我知我讲今日讲出嚟，大家都唔系几相信。不过我知讲出嚟系因为我已经知道，其实我系冇可能嘅。嗯，我希望今日可以献多最后一首俾你哋大家，呢首歌系唱俾自己听嘅。我这种痴情病患者，痴爱为爱会不能。一刹那都不扭阵，然后学会奋勇拼战做你将军。就算我痴情顶风滚，就算着我也继续等。冰像雨爱上你，般不吸引，公主你找人。谢谢大家，谢谢。又是很成功啊，可以利用啊表演来唱歌啊，嗯，改变我们的感情啊，都是错的，不该唱歌吗？幸好你唱歌还好，还好，给你过关，谢谢谢谢。好，是 E 跟 F 的剧本，然后准备好了吗？你们两位？准备好了就可以开始咯。OK， 哎，你有没有朋友跟你说过你长得很帅啊？没有啊，怎么这样说呢？没有啊，嗯，这样哦，你的朋友真的很老实。行，把我的枪拿过来。哎哎哎，没有，我开玩笑不了，喂喂，没有，喂喂喂，不要，喂喂喂喂喂喂，你忘了麦，喂喂喂，你听我这样，嗯，我现在告诉你啊，啊，你敢碰我的朋友一条毛，我一定不会跟你玩。我没有碰你朋友啊，喂，我只是讲一下你的样貌不了，喂喂喂，不可以，不是，喂，等一下，啊？你要 你等一下，有什么跟你说？你告诉我啊！你告诉我，你现在告诉我。我改一下我刚刚答案。没有，你的朋友哦，没有人讲你帅哦，他们走眼了。你看你这样英俊潇洒，你看天上鸟看到你哦，哇，就不停下来看你啊。喂，刚刚我讲错了啊，拜谢，不要把刀收起来。确定这是你的答案吗？嗯，确定吗？是，嗯。
来来来来来来来，全部都来了。他们刚才讲是我帅的啊，我没有做假。record 有 record 下来，对不对？啊，各位，那有观众吗？有观众吗？对，那我没有读错啊，这个人讲我帅的、啊，我没有自己来了哈、啊。OK， 我一世英名给你回家。Okay, okay, thank you. Cut, cut, cut. OK， 谢谢，很好啊，谢谢，谢谢，谢谢。好，评审没问题的话，就谢谢两位。嗯，谢谢两位。谢谢，谢谢。然后我们是最后一位了。刚刚评论一直说八十八号好帅，好帅。他的确是有那种小生的样子的，他很像 Q 啊，嗯、早期的 Q， 还没有发福的时候，没梅花。阿 Q 是谁啊 ？Q， sorry 啊。阿 Q 哎，哇，眼光那个光光哦耶。对。哦。因为他因为吃药的关系啊，是吗？你知道吗？他真的是有忧郁症，他真的有忧郁症。对。他长得真的有点像他。Steve， 你得闲带佢打下石球，可能医得到佢。系，我惊你打唔到。我讲真噶，我讲真嘅。OK 啊。哎，看不到了。等下我给你电话号码。哎，不见了。你的另一个，他的话筒卡了。看得到我吗？应该看不到吧。我们看不到，看不到你耶，听到你声音而已。你是不是没有开到那个 video 的画面？我有开，我现在这个是没有开的状态，这个是开的状态，一片黑暗色。嗯，对、哦，你有开灯吗？我看，虽然现在外面很阴暗，但是我的房间是亮着的。我退出去，我在我退出去一下看，或者可能是镜头坏了，是吗？前面的坏了，或者这边后面空的有没有？刚才试过了，刚才是 OK 的，没关系。我或者是我退出去，然后我再进来一次。是，好，谢谢，我先退出去，谢谢。有人说他像那个罗中英。香港演员，刚刚不是好罗中。就系 Steve， 你讲咩话？讲到一半你话你个大城小事入边，仲过多需要你啲忧郁症嘅人仲多啦。系啦，我揾一日请你出嚟开课教搭石。我惊佢答唔到，你攞定嚟掟你啊！仲开课啊！掟你啫，唔系掟我你教啊嘛。搭石球咧，如果佢仲过猛咧，仲大镬佢。增加那個病情啊！咁咁佢都系開始答一啲比較 soft 啲嘅嘢，安全啲。但係 soft 啲嘅答唔到。啊，黑人方面，你好，哎，有啦，是什麼？可以啦，可以啦，對不對？蘇珍 ，Jesse。啊 ，Jesse。九號車牌，九號車牌 ，Jesse。OK。啊，你是九號人嗎？是的，我是九號人。明显哦，嗯，很明显，哪里明显？你的自我介绍。那我们现在是等九十号的朋友是吗？就是另外一位的话就弃权了，所以就你是最后一位。你是最后一位。也然后大家介绍。好，你们好，我叫苏珍 ，Jesse， 我今年39岁，我是兼职的、啊。39，哇，很有勇气是吗？保养的不错，没有看不出保养的很好哦。Thank you， 透过镜头过滤了。OK， 那我本身呢，我是一名兼职的幼教老师，那我也是自由撰稿人和司仪，平时就喜欢滑滑手机、看看书、撩撩老公这样子过日子。嗯 ，OK， 你的才艺表演。OK， 我的才艺表演是广东话。我知道这个没有听起来没有什么特别，但是因为我是九后人，我们九后人一般上很少人说广东话，所以我是20年前来到 KL 念书的时候才开始从朋友那边一点一滴这样学回来的。那当然在这段期间就闹了一些笑话，因为说错了一些词，所以这一次呢，我就把我这些曾经闹过的笑话那些词串起来，把它 变成一个我在澳洲求学时候的故事给大家听一听。 OK， okay. 好，
18年前，我搭飞机去咗澳洲。啱去到澳洲咧，就可能比较挂住屋企人咯，所以就有啲唔开心。唔开心嗰阵时，我就会开歌嚟听。听边个嘅歌咧？嗰阵时好红嘅系周杰伦，我就成日听周杰伦嘅歌。啊，除咗听歌咧，我仲好中意去租嗰个 tap， 就系嗰啲黑色盒啊，以前嗰个年代嘅 tap。嗰啲都係舊戲嚟嘅，舊片嚟嘅。我嗰陣時就租咗，最中意睇嗰個《人間道》，好出名嘅，你哋應該有睇過嘅，有冇《人間道》嗰、那個有嗰個咩啊？啊，張國榮啊，同埋嗰個黃祖涵做噶嗰、那個啊，《人間道》你一定有睇過嘅。哦。啊，除咗咁樣咧，平時我喺澳洲，哦，我唔係一個人住噶，我有 housemate 噶，我 housemate 係一個靚女嚟嘅。好单纯嘅，佢有一颗赤子之心啊！佢系嗰啲冇野心、冇阴谋嘅人嚟嘅，所以佢仲好叻煮嘢，好叻煮嘢嘅。所以咧嗰阵时咧，我成日跟佢响厨房，我成日响厨房跟佢学嘢，学咗啲咩咧？学咗整披萨，整嗰个香茅姜茶，仲有整嗰个奶油嗨。哇！依家諗起嗰段，我真係好開心。好，呢、這個就係我個故事啦。就通常如果我朋友聽到未打閒，佢哋就會講 ：OK， 講華語。好，就是這樣子。謝謝。我先我首先我首先 OK， 我想講你而家講廣東話係咪真係咁嘅先？依家比較好咗，但係有時都會唔小心講錯，比如話，即係某某魚，我會講落毛毛魚肉咁樣咯。哦，咁頭先你係頭先你係專你其實係你知道邊一句係錯嘅，其實你知嘅。後屘知道咗，但係嗰啲真係我有講出嚟，真係講錯嘅。但係嗰啲都唔係最猛嘅，仲有好猛嘅，但係呢度唔適宜講出嚟啦。唔適宜，頭先你都講咗粗口啦，仲唔適合？頭先你講嘅唔適合啩？明係最猛嘅。如果唔適合嘅話，哇！仲有唔適合㗎？因為有時朋友都會整蠱㗎嘛，係嘛？你真係犀利啊！你頭先你喺度喺我哋嘅喺我哋呢度細路哥睇你講粗口，你真係阿神通大哥已經唔敢聲又唔敢笑啊！唔好意思，唔好意思。但系我真系咁样，之前唔识就系咁样讲出嚟，依家比较好咗啦，依家比较好咗。啲细佬哥听唔明广东话，根本听唔出究竟系讲紧乜嘢，唔知系粗定唔粗。我唔敢帮我嘅细佬。你一对起啦，对广东话。我咁样。咁啊 ，OK 啦，对，诶，又唔见咗。又唔见咗。话咩事啊？又见咗，系啊，喂，我真系都唔明咧。我仲谂住我哋呢啲有，我仲谂住我哋有 censorship 嘅添，你讲得太多粗口，俾人 cut 咗添。系啦，等我走啦，点算好啊？依家咁我哋就入正题，系咪？啊，入正题啦，我哋对戏啦，我咪俾你一段啊，同陈峰大哥对一对广东话嘅，先就用华语，你用广东话嚟对戏，好唔好啊？俾个机会你，而家你最屘一个，俾个机会你发挥。咁样我又好少，咁我就知，我哋就知，咁我哋就知道你头先嘅广东系专登嘅，定系自然噶啦。O K， 冇啦冇啦，佢要尽量，佢要尽量发挥讲翻华语好啲，一阵影响咗佢发挥。你哋中意啦，我都 O K 嘅。有事啊，我哋先用广东话先啦。O K， 佢话 O K， 咁我哋就用广东话。它是 G。G G 跟 H， 素贞是 G 方，哦、是，嗯，那准备好就可以开始，准备好，嗯，三二一 ，Action！ 陈峰大哥，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你觉得我会唔会好勇衰啊？咁你想听真话定系听假话先？唉，你先讲假话，阵间，我好紧张，好紧张。你等我准备下。OK， 你讲假话先啦。讲假话先啊？咁我讲嘅啦噃，丑咯，丑啊！
呢个系假话。广东话嚟噶，你听唔听得明啊？听得明，但系呢个系假话，系咪？系啊。OK， 都唔错嘅呢个答案，我几满意下咯。OK， 我而家可以听真话啦，你讲真话啦。你真话，真话就系、是。丑到冇人有咯！系啊，我系讲真话，唔系假话啦，讲真话依家。嗱，再讲个真话，你最靓嘅系咩咧？嗯，你俾个后尾枕我睇啦，你咪最靓咯。俾个后尾枕咩意思啊？俾个后路我睇啊，后边啊，后边咪你最靓嘅咯。OK， 呢个系你嘅真心话，好嘢。陈东，你听住，我依家咧对面咧有头猪，有只猪，嗰只猪就系你啦。刀刀，俾我刀。OK， 哇，你大胆啊！你竟然话陈东大哥系猪，你死啊你！嗯，得罪了，得罪了，所以我广东话仲唔系好好，所以唔好意思，献丑了，献丑了。因为我觉得 OK 哦，反正广东话有那个喜剧效果，真的。对呀，对呀。他们就说八姑八姑的音哦。那你们还需要他讲华语吗？好了，自己挖洞。你们还需要他讲华语吗？你们觉得需要吗？还是你们累了的话想听？你想吗？你想用华语表演一下吗？用华语啊，其实华语的跟广东话的都差不多。差不多，这个。嗯， okay. 是。Okay. 嗯。好啊。糟糕，结果就没有什么问题吗？没有啊，谢谢你们辛苦了。Okay. 谢谢你。不过我想讲一讲，我想跟淑珍讲讲。的确，今天哦，我看那么多才艺表演里面，我觉得你的才艺表演最好笑了，是真的。对我来说，因为有出口是吧？哪一句是？所以我要问一下，哪一句是出口啊？有出口啊？哪一句？这个虾，你在煮虾？不是虾，螃蟹是吗？煮螃蟹？对，哎呀，是。哎呀，终于弄了那个东西，对我还。所以你刚才是讲螃蟹煮虾，你煮哪一个？奶油蟹，螃蟹的蟹。哦，螃蟹的蟹。整的，他们教我这样子发音，所以我就去跟人家点菜，我就这样子讲。但是那个人他也OK， 他知道我讲什么，所以。那想问你，我想问你，现在永昌导演他穿什么颜色衣服？黑色。OK， 如果你要讲广东话怎么讲？佢着住黑色衫。哎，不过如果就是黑衣人，广东话怎么说？黑衣人。OK 啊，OK 啊，你讲快一点啊，不能啊，等一下又中他了。所以我本来想问他叫炒粿条怎么讲？炒粿条，广东话。炒粿条。炒粿条啊。炒粿条，哎呦，倒没有想过，我们因为每次去order都是炒粿条，炒粿条就是我每次就这样讲，哦，河粉啊，粿条叫河粉，炒河粉，哎，都没存在耶，不错，唔系话炒粿条啊。OK， 炒粿条 ，OK， 谢谢你，谢谢，辛苦了，谢谢，再见，谢谢主持人 ，Thank you， 拜拜，谢谢。那刚刚就是我们最后一位的试镜者了。Okay. 我们评审有没有是想要总结一下，或者是给明天的那一期的这个试镜者有什么样的一些忠告，或者是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吗？如果他们是用手机的话呢，那个 data 哦，赶快去再 upload 一下，还是 upgrade 一下，打电话。或者是走出户外也是 OK 的，户外可能那个线路比较好。户外可能下雨。你出得街啫，系咪流下巴得啩？你要变淋雨中了。整体上比那一天还好啦，比你那一天第一次那个线路也算好的。好
好很多了，好很多了。这注意就说了，一定要注意对方的对白，不要只是顾着讲对白就好了。那我想问呢、啊，对，蛮长时间嘛，我们可以把时间调整一下，变成两点开始吗？嗯，可以，应该是可以的。因为不然，因为 Steven 啊，要去烧饭了是吗？对，因为我要做运动了。没有，我说真的，因为我每天四五点是有跟一群朋友帮他们做运动的，所以就是这个问题。咩？晚上几关嚟？唔系啦，唔系啦，即系我有帮一班要减肥嘅朋友帮佢哋一阵，冇啲俾佢哋做运动。哦。又系 online 啊？咁劲。冇啦，净系我哋 private chat room 啫 ，private 嘅。哦，我都系想减肥啊。哦，你爱都得噶，冇问题啊，你敢唔敢咪过嚟咯，冇所谓噶。做咩要敢唔敢咧？你入边有边个人咧？你唔识噶嘛，朋友入边啲人你唔识嘛，因为。哦。OK 啊，然后我给一下明天的， okay. 我给一下明天的啊、来应征的试镜的朋友给建议啦，因为可能拿到剧本都是非常非常简单的台词，也是很短的。那我觉得啊、最重要就是你在演的时候呢，尽量不要太随意就跟着那个剧本念出来了，因为它里面其实需要我们需要从简单的台词，然后看你怎么去用心的表演。你怎么设计性多一点在里面，这样比较好一点。